开始，先甲大家带个好消息，遐就是金积时线将推出普额榜。金积时线甲大家相伴已经超过15年，到大家个整体个直接补贴加交个收视率。今日起每晚10点，金积时线普额榜上网将到双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甲大家见面。虽然播报方式有所不同，但保持民生时间关注百姓生活，内容同样精彩，敬请留意。好，作者来台本期的节目。甲血病是我国比较常见嘅慢性呼吸道疾病，也是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嘅重大传染病之一。为切实减轻甲血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我市自今年3月起提高活动性肺结核患者门诊特定病症每个月报销额度，而且取消报销起付线。甲血病又称痨病，由甲血管孔引起，主要侵害人体肺部，如发现唔及时治疗唔贴对，会严重危害健康，甚至引起呼吸衰竭甲死亡。大华市约80%个甲血病人拢在农村，往年因为患甲血病因病致贫个事时有发生。为此，经过市甲防所甲甲级部门个努力，自2015年1月1日起，参保甲血病甲耐多药非甲血患者就分别获得12个月每月限额700元，甲24个月每月限额1500元个微保报销，成为华省首届把甲血病纳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定病症管理的地级市。5年外来为更换届甲血病患者减轻了经济负担。认为切实减轻甲血病患者为了费用的负担，进一步提高为了保障水平，汕头市为了保障局日前发布关于完善华市基本为了保险门诊特定病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自今年3月1日起，提高华市活动性肺结核患者门诊特定病症每月的报销额度，而且取消报销起付线。另外，到有效期内，每月报销额度还可再转到每年12月31日，这就扩大程度上降低了病人的医疗负担。新的结核病的特殊门诊，把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到居民医保是每月1000块钱，职工医保是每月1200块钱。当月未用完的支付限额可在有效期内可结转至当年度的12月31日。因结核病呢，患者的治疗周期比较长，而且需要定期复查，费用是比较大的。医保部门为了提高结核病人的特殊门诊的支付限额，这是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坚决遏制结核病人因病致贫的这么一个决心，也是为我市老百姓做了一个好事实施。政府这个政策都是对于这种人民啊，这种老百姓都是要减去负担啦。啊，咱政府去好政策，因为就是以后爱传病人，就是数量就是加来创，个比例多少有关。卫生表示，肺结核是呼吸道传染病，患者可通过咳嗽、海滩、拍嗝、提顶，将甲血菌搬塞到空气中。健康人吸入带有甲血菌的飞沫，则可能受到感染。不过，人也不必谈甲血疾病。日常呢，我们这个室内要保持这个通风，要空气清新。那么，个人要有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尤其这个不能随地吐痰。吐痰的话，最好是用纸把它包起来，然后冲到厕所里。如果一个人出现这个咳嗽的症状，尤其是这种干咳，就是没有痰的咳嗽，如果时间超过半个月，那么最好就到医院去做检查。如果是检查确诊为肺结核的话，那最好是到专门的这个结核病防治机构进行专科的治疗。更近市区联华街附近将因惊险吸感染的折磨，
一名85岁老人到路边突然醒去。危急关头，东方街道城管接驳当地的工作人员，甲周边群众一起，小护找到老人的家属，并及时将老人送回。目前老人已恢复清醒，回到家中。现场视频显示，当日中午11:30左右，一名老人到市区莲花街附近买物件，行去后就到路边的商铺借了只烟走落来。突然，老人身体状况从烟顶外滑落来。附近的破好大发现情况之后，伊人马上过来查看情况，但老人已经昏迷。我那么可以报三户，那点叫一点报三户的，那不就到团队危险？那就从哪里来消防？警官啊，这什么？还买来消防呢？要不我该弄老该报病啊！危急关头，东方街道城管接北东队的姚广平甲同事暗号顺车经过，并马上来到老人身边，伊人有人相互扶助老人，拨打110急救电话。有人四处拍听老人的相关信息，相互寻找老人的家属。他不会说话，看起来会讲，然后有同事过来帮忙扶老人，然后弄水给他喝了，老人可能也喝不下了。人家说他这老人经常在这里走动，然后我们就一家一户去找，就是33栋，后来找到33栋，他家里就有刚他儿媳妇在家。随后，老人的家属甲赶到现场的慰问人员组织，将老人送往安宁救治。因发现及时，老人经过治疗后，目睭已无大碍。昨日，姚光平甲董事会花再次去到老人家中，探望老人。啊，你身体今天咩事啊？身体？哇！感觉咩事哦？嗯，无咩事。哦，无咩事了啊。老人姓柯，今年已经有85岁的高龄，可以个脑筋大。老人的腰有问题，行动不便，当时何得有热心人出手相助，后者后果不堪设想。无只做各位甲当队了，甲只做厝边头尾啊，老人啊，小户，我含在这事。那现在那做老人跌落，人无咩功夫，其他人去挖来，但是。即种做生活有人来相扶呐，或是家己呾可能或是个热心人士，也是个非常感谢各位社会个热心人士相扶，帮老百姓做一点实事，做点好事，我们是心情也好。接下来我们将对此次这个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表彰宣传，进一步调动街道干部群众弘扬传统美德的积极性，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气氛。从今日起，汕头火车站伫个停车场正式实行停车管理收费。收费修正，停车场总体车位比往日更充足，特殊更规划。汕头火车站伫个停车场总占地面积19万平方米，分为负一张、负二张，共有1500个车位跟社会车辆停放。从今日起，该停车场实行按时段收费，车辆停放30分钟内含30分钟免费，超过30分钟5小时以内含5小时，每小时收费每2次5元；超过5小时后，每小时加收每2次3元。24小时最高收费标准为每2次28元。公警车辆实施救助界为救护车辆、市政工程抢修车辆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免收机动车停放设施服务费的车辆免费。半两成免费，直接红灯就报应掉的，就开始还是免去收的啦。头先物件非常上听，无做任何异常。奇怪方式呢，这个就是往到停车场去个台班呢。初次最尾开售，然后呢又可以通过往系叫做送车系统，只系送车系统，到尾又可以缴费。而到尾呢就可以落入啦，河尾之后呢，到尾就可以通过支付宝等方式进行缴费。比如单单你系买嗬，是正攞衫，咱输入正攞衫之后，伊就去投送你家己嘅车之后，就可以点击进入之后，就去到大街面去到尾呢，可以。你可以出招募等方式，三缴费，凹出标避免车辆多出标过车等塞车。据介绍，
山头火车站伫个停车场开放以来，经常出现附近住户、二手车市场个车辆到场来抢去停放个现象。到底转来火车站乘车、即将离开个车辆无位可歇。现在停车场是件收费管理，有利于提高停车位使用率。今日大部分抢去停留个车辆已经驶离车场。我觉得现在收费管理是十分合适的。可以让他们的管理变得更加有序、更加规范一点。管理方也呼吁到山头火车站停车场停车的人员，服从县长管理员的指挥，无需停放。加入广大旅客来自咁嘅停放车之后，请记得关好家己门停泊，然后呢，推动物品呢，尽量买放来车台。停海内墙顶那层嘅菜拢离乡，更是向本人物欢迎。但以正式嘅内部挂白菜，菜叶变乌。怀疑个挂只在碰农业有关，但农业店并不承认，这是怎尼一回事呢？梗瘤病俗称黄瓜梗，是一种白菜比较常见的病害，同时个土壤有关。据李兄介绍，伊种了瓜无白菜，其中有两无瓜土著有疏，伊就担心只两无瓜白菜后期会得梗瘤病。想通过喷药来预防。伊在啊就去买滴作业来用了，但是呐，因后伊有当时伊也是但呐无有啥物效果诶。所以我去农业部解买滴，要么伊就让阿吹光呐，只好写好，只好写好。啊，是，我就问阿张来用了几多呢？伊就讲呐买，二十二号都二号解买，二号都起来用。喷药洗一后，李兄逐渐发现唔对头。因为菜叶变乌去，到全部变乌变遐，啊，你怎能烫呀？全部绿色只个，绿脱下乌个，将来到市里种，将来无难个。我辛辛苦苦起杂农吃，安尼撑到列六七斤重成本，直冲三万安尼就爆个。附近农户也表示无烫着白菜菜叶变乌个。你看你人个人个晒啦，跟住困下开，看你影条落袂大，个黑眼呢袂大，个黑眼呢个是。你坐得晒，你困得着。只一高高，只一夜眼红李兄弟，以前个连贯两亩白菜就未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李兄更加怀疑是喷了农药造成个。伊也就此找过农药店，但至今尚未有定论。你话？去找伊农业店，伊也无去我一家门口个搭好，伊就等啊那无，我也无安尼尔。啊，你所以话无名，我就只能接做。今日是山子个平台，啊，看看有啥物方面个专家来甲我讲听。马路宽敞平坦，只能确保道路交通安全。但另外外山迎宾南路21号附近，却存到一条凹槽。最近经常车主到这个东郊。市民谢先生答：近日有小汽车到经过该路段的时候，逐渐发现路面有条凹槽，就紧急刹车，但还是造成后车自动不及发生追尾。而摩托车行驶到这个，竟用过切骨拨落去，造成车辆受损和人员受伤。我帮伊救救啊！伊安尼扭落吐落吐落，不要。啊！车架又怪重，急刹落到，又后半人追尾，敲门闸边，那只么撞了就好大啦。你话前面囝啊，灯光又暗的时候啊，去摩托架又怪啊，经常去刮刮了灯啊，或是会坏漏，会刮翻就掉。据谢先生介绍，去年底有施工单位到迎宾南路21号转路段，外交铺设电缆线，电线保护之后无多久，路面塞车就出现破损，形成一道路坎。计驶往经过的时候，偏偏当朝冲到尾随的安全隐患。伊个当时了拍着，怎么个就电缆伊着个，电缆扛到着尾个。伊个拍着拍了，银行拍，可能是拍了这两倍过光的时阵，伊经过车在开，伊从尾就扑出来了。经过年来许种落种好落去后，等只个伊个有阻拦就阻拦过。谢先生就希望有关方面能及时采取措施修补凹槽。确保道路通行贯穿。为了咱买将来去接触车主啊，我是拨落了个接触车，我需要转就等请有关部门啊，有咩
来个处理诶，再不等快结束下出事故。昨晚播出之前，记者了解到，当地街道目前已经有这情况，并已组织人员前往现场查台，着手落实修复工程。更长时间，市交警部门组织重点行业的筛网，交交通运输相关教育基地接受体验式交通运输培训。政策部增强驾驶网界交通运输意识，确保交通文明无事，运输畅通。日前，杜市交警支队交通运输宣传教育基地记者团到，推介司机们走入体验模拟驾驶专客甲轻度醉驾、重度醉驾、每工醉驾等行为状态，感受违法驾驶行为的后果。前的话，我们也有去做一些安全培训啊、安全宣导之类的工作，但是我们可能都是线上的，没有真正线下的有这一种体验。因为我们刚才有去测试撞车啊、有严重饮酒啊、深夜饮酒啊、醉驾走这些线，所以说这些线下的东西可能让我们感觉更深刻。刚才我发光通了交通事故警示教育屏，惊心动魄的场面，甲亲入抢出的剖析。让一人亲手加油。通过今天这个体验呢，我呼吁大家开车不喝酒啊，喝酒不要开车，因为这个是严重很影响你的判断能力和你的操作能力的。希望以后大家能够遵纪守法，做一个好司机，做一个老司机。交警部门指出，客运、货运、出租车、推介等行业的司机驾驶员。是否文明驾驶至关重要，唔单提醒行业界文明规范，还事关交通安全。为此，市交警部门专门组织一撮重点行业界司机驾驶员接受交通安全培训。是组织重点行业的驾驶员来到我们的宣教基地，以切身体验的方式，从中了解掌握交通安全知识，深刻认识到安全文明驾驶的重要性，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文明行车。更近，市民邓先生不幸将藏有笔记本电脑甲手机甲手提袋坠落到共享单车上，被人送走了。由于内袋有重要的资料。邓先生非常焦急，迫切希望对方能尽快将手提袋归还。元宵节那日头十一点外，邓先生搭共享单车转去来，锁好车之后，伊暗号接了个电话，即时锁好就将手提袋放掉到车那袋边。我就接下电话，过听当我就去，唔记得去直接我一个袋内底放有一个笔记本电脑了个一个旧手机。哦，了我就转去来，一转去来，昨天想见我未记得爆炸，我就慢慢倒转来看，我倒再来到就，发觉那我自己，帮个笔记本电脑一个袋就去唔见去。随后，邓先生查看了附近的公共视频，发现伊个手提袋是帮一个后生子女捡走个。这个子女伊就无意当拖着，我一个共享卡车顶边有一个袋，伊就来同伊来对一个袋验者，了伊就捡走。哦，了之后发现咱一个袋，外口一个袋已经去角落铺个，这人是来当个笔记本电脑，个迄种个手机已经是不见了。邓先生答，伊个笔记本电脑袋边保存了论文、甲工作文件等重要资料，对伊来答十分重要。伊希望对方能将笔记本电脑甲手机归还伊。啊，你希望呾，一个资料袋了啊，袋了个。有病例来看我，只了我只当手下。到着他人财物之后主动归还，也是拾金不昧，是特地弘扬个道德品质。但如果到着他人财物之后占为己有，到法律上是打唔过去个，因为这属于不当得利，是违法行为。如果不当得利人各不还开，而且消息加大个时候。或可能构成侵占罪。近日，一起案例引发公众关注。十九岁男子被陆松阿伯批拿，要求道歉被拒绝之后，阿伯赴后到地去骨折。法院判决男子属于正当防卫，即双方获得二轮和平。根据广州市荔湾区南面法院日前发布的消息，2019年12月。
19岁嘅职考学生吴某搭卡车到路过，当向骑行嘅60岁唐某，扭身吐来一口吐沫，正好吐到吴某身顶。吴某要求唐某道歉，遭到拒绝后，无能起争执，后升级为斗殴。最后，唐某左耳子伫左股骨粉碎成骨折，属轻伤一级。吴某左手被夹伤，伫皮肤破损，属轻微伤。去年8月，公诉机关以吴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但法院最终认定吴某属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也免承担民事责任。这个判决公开后，在网顶收获一片赞许，表明体68老人相称竞争，双方有互殴行为，符合故意伤害情形，但法院依法启动正当防卫认定，拍破了以往虽弱虽有力的死罪开除，也无简单用互殴来否定正当防卫的冲突，捍卫了法治精神，最终得到了法律人士的认可，实在难能可贵。该活动法院以事实为依据，认定该活动是因唐某的过错，乱吐口水、拒不道歉，造成非公正引发。唐某轻伤，并非是吴某的殴打行为造成，两者无直接因果关系。吴某在争夺唐某私家之后，就停止了对唐某的殴打行为，在受理大量证据的情况下，做出合理、合情、合法的开行认定，才无疑符合朴素正义观。不是虽弱虽老虽无力，而是将其法理清统一。前面在咬管分清是非确定，只个我今个判过个管，无依据前面个样本依言，这也给更多司法实践留下启示。正当防卫认定就应该保护生活安全，不能因为有互殴情节就该认不认。